非常非常的漂亮。经过音架。跟大家报告，我现在目前人在台湾哦，没有出国。发现到处都是风师爷，饭店上面这个上面有一只风师爷，好好玩哦。好，出发 ，Let's go， 我们去吃早餐了。在路上看到一个钟乳石洞，大人一个500，小孩300，我就进来了哦。好，我们来参观钟乳石洞。那这里是临时在路上看到的一个钟乳石洞，这里贩卖机大概150，可以刷卡。这应该当地人突然发现这有一个洞，就给它开放营业了，应该是这样子吧。安全管理之行为没有准许，禁止进入，意思你不能私闯这个地方进来玩，要买票。哇，有 feel 啊！哇，这个地方好有 feel 哦，好像那个古墓冒险罗拉，打卡还没有人有打卡，甚至这个地方很少人打卡，这真的是一个秘境，很少人知道的秘境。意外在道路中发现一个小招牌钟乳石洞，我们就被吸引进来了。上次已经参观过玉泉洞，所以就没有去玉泉洞。要到这个地方啊，你可以进去。哇，这个 feel， 这是洞口，好，进去的哦。好像有养动物吗？好，继续前进，经过这里当地民众架的一个小梯子，一个栈道，一个非常小的洞，小朋友真的不知道跑去哪里了。好，继续前进。继续探险中，目前小朋友已经完全不见踪影了。这边都照明蛮亮的。好，经过一个楼梯，下楼梯要小心，真的是一个秘境，钟乳石的秘境。这还有一个小碗，这是一个钟乳石的空间。好，那来看一下这个地方。他说这个钟乳石洞 Okinawa 岩起这个场所，然后这个洞窟琉球时代，然后等等等，这个归仁城之内乱之洞窟逃亡之历史，
哦，这个冲绳的战争中，住民300人，300也有人在这边避难，然后等等等等等等，然后就是一个钟乳石的洞窟。然后我们现在在哪里呢？出口我们大概位置在这里，还有那么长，要到这边的得得得得得，出口在这边，好像似乎非常远。还有蝙蝠，现在碰到蝙蝠都比较敏感吧。走吧，继续。这是钟乳石窟，这都有钟乳石。好，继续前进，去找小朋友。哇，真的好漂亮，比那个玉泉洞漂亮多了。这个比较没有天然的开发。这就是一些简单的木道站板铺设而成的。你看这边是普通的站板。哇，这边真的是超级的漂亮。超级的漂亮。上面是钟乳石，哇，这边非常的漂亮。那边。这就是一个简单的站板，就是工地搭起来的站板，没有过度的开发，保持原始的风貌。这个好特别哦，这个水滴下来就滴到了这个有一个洞。哎，这好像洗砚池哦，这水非常的干净，有人在里面洗砚哦。这应该当地日本人才会来过来吧，大部分观光客应该都是到玉泉洞去了。这边非常的漂亮。好，继续前进哦。哇，这个地方这样子滴下来，这里面摄影的光线也蛮足够的，它都有灯泡，也简单的。哇，这个地方我打光一下，光打好了，这个很特别，留下来跟下面接在一起。好，继续前进哦。一直滴水，然后前进，这里就比较湿滑一点了。这有探险的 feel。可以打8分，不错。黄金洞，非常的漂亮。黄金岩，这是水造成的黄金岩。好，继续前进，有小桥流水。这个是方解石的物品，碳酸盐，然后得得得得得得，然后就是造成这样子染色的情况。
哇，这里拍照真的非常的漂亮，尤其是从这边拍过去，这个景一定很漂亮。上面有五指山，哦，这有个拍照的点，它有注明哦。头上注意，好，机器探险。哦，这有打不同灯光，有颜色会变换，好有 feel 哦。非常非常的漂亮。哦，经过音架。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这里很像牙齿，有没有像牙齿呢？像鲨鱼的牙齿。好，继续前进。好，前进哦，继续往上。这边要小心，继续往前进。哦，出口到了，难怪有网路。这有个照相的点，洞窟。现在已经到洞口了，到的出口，已经看到光明，啊，出去洞口了。这是什么？琉球大学海洋自然科学研究棚调查中。好，出来了。哦，好漂亮！这个洞窟，逛好钟乳石洞了，他们两个早就跑到外面去了。好，继续去吃早餐喽。去早餐的路上被吸引进来的。是这里，刚刚那个地方。这是出口的地方，这是冲绳乡下地方的房子，它的砖瓦都是传统的 Okinawa 的砖瓦。这附近的石头都是这种海枯石。这民宅超有 view 的。发现一根电线条啊，这个是防止两条线掉落装置接触的东西。这个这条线跟这条线，它就绑一个那么大的东西，就给它绑在上面。
两个跑去追羊妹妹了。羊妹妹，你好。在旁边发现羊妹妹，好了，下一站出发。鸡寮都是小鸡。如果你喜欢我影片，请订阅、分享及开小铃铛哦。就这样，拜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订阅、分享及按铃铛。我会在每周不定时推出新影片，我会带你去很多好玩的景点，走走看看。就这样子喽。记得点赞、按赞、分享、转发给你的亲朋好友知道，因为这就是个 YouTube。拜拜。好，就这样子哦，拜拜。